三，早晨，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个号码 XA521。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Liska Puspitasari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在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人哋做嘢2年，2011到2019。你在印尼照顾有几多人啊？在我老板屋企有4个人，先生、弟弟、2个细路仔，第一女5岁，第二仔3岁。你怎样照顾细路仔啊？帮细路仔冲凉，帮细路仔换衫，帮细路仔换尿片，为细路仔饮奶，为细路仔食饭，送细路仔放学，接细路仔放学。系你中细路仔？系你中唔中意细路仔啊？中意。你识唔识得照顾老人家啊？识。你识得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准备饭俾老人家食。准备屋俾老人家食，陪老人家做运动，陪老人家行街，同老人家行街，陪老人家睇电视，帮老人家按摩。你识唔识煮饭啊？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鸡脚花生米豆冻、粟米蛋冻、油扁豆、蒸鱼。洗兰花走鸡肉。你怕不怕狗啊？不怕。你吃不吃猪肉啊？我不可以吃猪肉，但是我可以煮肉。哎，你可以煮啊。好，在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先生。